不讨厌女人，不排斥结婚，只是你一直没有找到你心目中那个必娶女人。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必娶女人。花了五年才当上助理，是应该要请客吃饭的哦。你这个恶心做作的 gay 白女，你这个呗！没错，我就是一个不管什么事都必须取得成功的必娶女人。Hitachi 飞瀑洗净科技必娶女人再重视。